猴哥今天砍的呀，就是这棵树，看见了吗？这是奥克威尔，离猴哥家是65公里。王哥俩今早呢七点走的，不到7点给家就走了，因为离这这么远嘛，一堵车堵2个来小时。今天俩就七早走了。到时候这是外国人住在中国人的房屋，到时候敲门敲15分钟会开门的，就得等啊，没。所以今天下午有雨，所以王哥俩早点把它干完了。就这棵树，看，好高的，得有20米高，我觉得这个。这活是不好干。哎，大伙儿，让猴哥戴口罩呢，没有用的，干啥都没用，他这汗。大伙儿演。看着，就这么简单的。你找什么？真，你看到前面觉得要过了。浑身都是寂寞的，满身汗的。这树，这树已经砍一半了。这一回出国都相互看，出国就这样事儿。砍一半了，就得干这活。干这活。你整吧，你把那碎树枝都给我码那去，帮我卸会，卸会这个。我们哥俩马上干完了，看这大木多粗，拉完就完事儿了。这还有5米高吧，应该是。
这松树几十年了。哎呀，豪哥这身上的，你这这全钱包，哎呦，全是钱，钱没有，全是牛粪了。哎，你好。太热了，今天。你哥这个从哪到向我吹的风，哥这东西，我好好吹的风，哥，好吹。这个活我和王哥俩就干完了，俺俩哥俩都湿透了，王哥没换衣，我换完衣服就得打开看完妆。他死了，要不死这树猴哥就不能砍的了，这是奥克维尔，看这个大树，这树猴哥不拉的，就是